好啦，欢迎大家嚟到呢、这个。在我右下角是什么？不是 I 字来的那个1Q 博士、啊、看到那么多场博览群场、啊、那么多场群区给你看完、啊、用坚仔很方便可以看到啦，界面右边是啦，大家可以下载来玩一下。那 1Q 怎么可以选到一条 Q 呢？那在很多场次有时即是几只差不多实力的可以穿云，或者你觉得有只实力高一点或者机会大一点形势好一点都可以做胆拖的、啊、那介绍一场给大家呢，那看看可不可以、啊、用 1Q 就可以回到来了。當然啦，個派彩又要睇下另外嗰個剩翻嗰個席位究竟好唔好分嘅嚇。咁我哋一齊用堅仔睇下。咁首先咧，見到我揀咗匹就係龍戰士做膽啦。啊，龍戰士呢匹馬咧，上次你見到個賽後報告都喺堅仔度睇到噶啦。啊，佢早段受困咧，即係仲有直路嗰陣時睇唔到前面，咁所以咧追遲咗先跑個第二啫，啊，第三啫，雖然冇乜威脅嘅。咁另外就係、是。今次呢梁家俊上次贏完隻起營運呢，你見到三個贏呢匹係佢啦，梁家俊。咁後尾佢都唔奇喎，周圍奇呢隻龍戰士。即係話佢都認為呢隻機會會大啲㗎，就係我成日講鬼上身嗰啲啦。咁佢主要對手下有三班減分落嚟嘅動力飛鷹，咁一再加情啦，咁同血統呢天滿意2000米都贏到佢應該都得啩，唔知呀。不過霍利士呢借得周俊樂都已經有啲辦法嘅，同埋1800跳上2200呢，咁睇佢到唔到嘅啫。咁用見習生減咗房都係好㗎。另外就係復出啦，停賽復出嘅靚子京田泰安呢個騎師啦。咁大家父榜相約呢，佢1800米跟唔到啫，2200米跟到㗎啦。笠埋個眼罩俾佢呢，再降即係有班唔降啦，執燈係跑到4班輕磅呢，都係想靠個輕磅，希望可以追到啲前面添啊。咁呢啲田泰安騎功會比潘凌輝好多呢，咁我覺得即係都值得去一試嘅。咁一膽三腳啦，7拖6 19呢三匹呢，就係我呢場1Q 嘅心水選擇。咁希望呢可以中到呢一條 Q 俾大家，咁多啲下載堅仔頭兩場免費嘅，大家可以試下 Android 啊 Google 嗰啲都可以㗎啦。咁今次時間差唔多，下次再同大家睇過，拜拜。